你们现在就很闲，你现在还有空看这些食物盘？我现在就在等那场出货来帮我们换工作。那几块布布你紧点吧，两块两千五够了，帮我拿出来，拜托。哎、欸，今天交给我，真的我、OK, 肉排都在这里了。那你在干嘛嘛？你在干嘛嘛？我准备放肉继续煎啊！你叫那个推许干的这抽屉姐在跨食物盘的黑雷啦。我要负责去送货。还在看？你指的哪边是后面？你指又有人在嘴炮你？用嘴巴喷你老妈的那面是正面啊！有这种歌、啊欸？来来搬货。哎，搬货搬货，你只搬货，货来了。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你怎么两手空空啊？叫人家搬货。是哦，我也很忙哦。等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啊，这个人不干苦，开箱不干苦的、啊。这个开箱。烂同事。Hello。哎，我升级了。哎、升级啦，升级啦，是不是？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变 B cup 了。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等级二。什么、啊？快，快，两块，两块，马上就有。哎，你为什么都煎那么黑啊？你喜欢吃致癌物是？哎，谁把我的汉堡拿走啊？我感觉你有白痴啊！好了，致癌物套餐上瘾。你干什么？来两个大。汉堡套手上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把盘子带过去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啊，哎，你把盘子带过去，汉堡还在我这啊。我们没有钱的，我们要我们店要倒了，他不付钱的。呀，这客没有了。这客人我会处理啊，我告诉你们怎么处理啊，走开。你讲啊，我会处理这些客人啊。嘿，来看好、哦。啊，我靠，你直接扁了。还好吗？你指那个风太大了。你指的风阻太小。丁毅，你真的是，啊、你真的是畜生啊！他妈92683188，好，多少？九，嘿，92683188，六八，多少？三什么？318，388。你可以再说一次密码吗？你可以想等一下。睡觉姿势要选哪？什么？你在邀请我睡觉？不是啦。好怪，好可怕、啊。你好怪。你只已加入战局。我没有，我在旁边看，我帮你们拍 vlog。这一跳不要等，直接来，快点！后面卡，后面卡。对，后面会卡，快快快！你不要这么着急吗？来，快快快！有刺有刺，小心！我开门，我先。哎，一辈子这游戏就玩一辈子，好玩！操，你就是第一个踩到刺的那一个的。你只觉得为什么？那个刺就在地上。主播，今天这么辣、哦，喷鼻血了吧？什么？你今天很辣、哦？哎、欸、啊、哦，我没有关麦啊、哦！真假？很辣！我，真假？真假？很辣，很辣，一定要看一下啊！哇，好辣哦！哇，很大很大。等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洞。对对，先等一下，先缓一下。啊，来吧。然后我直接这样这样。这个炮，我再也不厉害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嗨。我说，失去了鸡排。没事没事，我太注意看你们了，我太注意看你们了。你管好你自己。就是刚刚那家鸡排不行吗？你要跳到上面把它推回来呀、啊！有没有脑子啊？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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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干！我只是不想讲，刚刚明明就是因为你，妈的鸡排又是你，操！哎，没事，赶快点一下嘛！哈哈，这样可以。不要再讲动作了，不要再讲动作，不要再讲动作。那也要距离够啊！慢慢，麦克斯，不用杀球，你就好了，你就跳就好了。不是，就慢慢来，但就慢慢来。前面有多少次意外？10次车祸，9次快，一直急啊！你就那么慢，你知道车速过慢也会就慢慢来，就慢慢来，安全驾驶。我刚刚是被你推了一下哦。最好我在二楼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 ，OK。我发现你只跟有百完不行站在一起，拜托你们两个分开，真的，拜托你们两个分开。你们两个根本站在一起，太危险了。还会打架是不是？站在爸爸，你站在爸爸，很危险。你现在打伊雅的口气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们两个不适合，他们两个不适合。对，阿尼跟丁一在一起最适合了。那伊雅变成主播是不是啊？
好，第一推的，你第一推迷路，我站起来，不是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。哎呀，你们干嘛？谋害正宫啊！烦死了！什么东西？我讲什么东西啊？看到第一名吗？都给你们就好了，都你们三个，我们都不用上颁奖台。你们也有，你们也有，不用担心，你也有，已经排了你。有还有还有还有奖还有奖，你上台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连上两次台，谢谢大家，我往下，我来下呀，好白痴又在那边跳彩头，什么东西啊，没有看过这么烂的垃圾，人家我的分数这么贵啊，我时间这么宝贵，这群垃圾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，学长那是你干的吗？那是你只干的，你吸干我了吗，学长？我有钱。那是你只干的，哎、欸欸，小心啊，哎、欸。陨石，我找在哪里？哎、欸，陨石把四颗都砸死嘞、欸！哎呦，这投石机有点歪歪的。啊？对，就是他会自己找到那个 temple 的。啊，漂亮王，哎，有了，哎，你行，你行，你漂亮哦。OK, I am ready。啊，哇，你这个西字跳，好强哦。王权的手，恐怖哦。哎，金哥，你很限妮子的哪边是后面？妮子，又有人在嘴炮。用嘴巴喷你老妈的那面是正面啊！门在后面吧？门在后面吧？不、嗯、狗，不要再看比赛了。没有，我塞恶心了，我没有在看比赛。跟、欸、不上来。这个就是一直往右滚啦。所以我要跳吗？没有、欸，没有跳，没有跳，没有跳。死人模式哦，这个，这个是真的死模式、哦。你现在就是一个死人，然后你要一直往前这样。哦。没有迷路怎么变死人滚那么快啊，我怎么越滚越后面啊，你要懂得怎么当死人啊，你看丁一就有人装死啊，乱讲、啊、他们超快的，我记得下面好像比较爽嘛、啊、欸你不要挤、啊、你挤你不要挡在那边当墙壁，哎、啊欸、过不去，好哟，你刚才啊我害我倒在那边了、啊、你看我自死啦、哦、啊我的运气就是这样啊，我这么不明什么东西啊，那这些连这款游戏，小伙伴们不要玩了，不要跟这群人玩这种狗屎游戏。再玩不够，那你们狗啦！再给他一个倒弹，操妈逼！我真的是你们，真的是我。哇！为什么？好像不该用的。啊！哎，你们怎么突然过来？我刚才想说，不可能吧？不是，你们那边有打架，肯定比我们慢的、啊。我要给你点一个赞，怎么干的？我也想知道怎么干的。好啦，鲁明，你就好好的变成墙壁吧。鲁明变墙壁啊？哎，来，这个最适合当墙壁的。哎，你干嘛跳啊？墙壁？妮子，你跳起来干嘛？嗯。姐，你不想当墙壁、啊？想，我不是墙壁。老蔡，阿毛。呀、yeah, ，阿毛，阿毛。什么东西？真的，我一进来就听到什么老蔡阿毛。你怎么听的啦？哦耶，阿毛，脑残阿毛，脑残阿毛，哦耶，阿毛。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贴明天要玩的游戏？为什么别人可以知道，我不知道？尊重，还是我被踢了？我真的踢。好嘞，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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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哎，怎么？哎，要死人干走了！我被顶起来，我被顶起来！跳！完了完了！哎，没事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，丁一滚，丁一滚，你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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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跳啊，丁跳啊，看丁跳，跳，你踩我头怎么跳？你好呆呀，好高呀，差点灭了你们两个，还在那边不踩啊，有本加油，好，安全，耶，没看到有人在玩轮椅，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玩那一只啦，有啊，接接在玩啊，只是没有开视讯而已啊。唉，好了啦，一堆。自己玩得很开心，我们看不到而已。等等，你玩那一只平板人哦。哎，你买我、啊，
哎，顺便买我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技能是我的老天爷啊！顺便买我。天哪！一桌一个桌子，这里是平板，平板，然后这边是菜，看起来像神主牌。你们不要把它跟坏进仔相提并论，坏进仔是恰到好处的那一种，他不会把你惹生气，会让你嘴他两句炒热气氛的那一种。有一些是明明不会聊天，还硬要这样。你就会真的把主播惹生气。现在已经是丁武门时代，不要再丁武门了。我是不可能跟我的好姐妹抢同一个男人的，好吗？我们还是要姐妹道德。我就跟妮子说，修度会到啦。妮子上次在他的台说，一直在那边讲我的什么学英文大鸟鸟，还有魔鬼姑娘，我们修度会到。我们这样越打感情越好。现在是要秀老婆是不是？秀老婆？你现在在说你？人家秀老婆环节，阿杰秀出来，这是我的青衣。人家秀的是人，你秀的是青衣，我这可是六命青衣哦。如果我见到本人了，原地结婚。一定会跟大家报备一下我这次。哦，我以为他要说下一个毒誓。如果我见到本人了，我就跟他原地结婚之类的。快快快，给钱给钱。OK OK 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好累哦。哎，我忘记收钱啦。哎，哎呀，怎么可以被别的女人骑在身上？我不懂。对吧，你看你还说他们没有乐在其中。我之前说自己去配对吧，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没有乐在其中的感觉，但我最近觉得他们有一点小乐在其中。那身为他们的好朋友好妈鸡，我就只能祝他们幸福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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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毛毛是谁？他都已经这么久没出现了，过时，你们都已经过时了，好不好？聊天室这已经过时了，我跟他已经不认识了。吴主播，你的恋爱粉呢？我有恋爱粉吗？恋爱粉加一，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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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知道你们是爱在心里口难开，我就原谅你们吧。你是不是跟我们玩比较开心啊？每次关台转过去看你在打一啊，你都不开心呢。你都说这群垃圾到底哪里来的？什么7300就该回到7300的位置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要带这两个，别人都不会遇到，每次都是我。你看我都把你的台词记下来了。今夜你只准备出发疯人院，各位坐好你们的列车，系好安全带，握紧前面的手把，我们要出发疯人院去看金眼妮子咯。大家晚安。哪里？不可能。吃老麦。就是要把西极丸吃老麦的证据全部剪成 VOD 送给小偷，抓到一次扁一次。旁边有垃圾桶，谁垃圾会丢在垃圾桶啊？当然丢在马路上啊。鸡排上次要我帮他跟你说好话，鸡排，你这个叫做有一个谚语叫做你这个叫做掐掐贵掐贵掐贵腿腿有端，你请一个坏蛋帮你讲好话。你不只心在痒，你有其他地方在。看这两个真的是我朋友吗？亏贼姐妹花，这两个真的是很亏贼。不是很多爱吃虫的吗？你说吃金虫啊？哈，我操！我认识的是他另一个人格，这个人格我不认识。老板，你扩店两三天了，增加走道会没有任何作用哦。这是我的店，你烦恼什么？我要开一家摆仓库养蚊子，让一只狗在里面跑。这是我的店，干你啥事啊？
管好你自己，没错。这个超夸张的啦，这是不是在暗示啊？电信主播，你知道国歌怎么唱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国歌让我觉得阿丁害羞是在装的，他就是都会这样暗示一下，暗示一下的。主播的声音调高，鸡排。鸡排不要再恋爱了，男生都对男生哦。鸡排，鸡排那不是黄腔，那是彩虹腔。两位妈鸡都带人来鸡碗了，咪鲁有问题要问我。好，还有五分钟，我们可以先 DC 五分钟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小五，嗨，请问小五，小是一滩一颗金子的台语是什么？哎，我要工伤了，再见。能抵抗压力，他们拒绝过多忧虑，对努力实现目标充满自信。哎呦，很准嘛，对不对？很准啊，对吧？这个坚决就很准哦。哎呀，压力不好啦，你看我一定要跟他，是不是？我对努力实现目标充满自信，我一定要跟他。可以，有没有看到？西奥多我爸留。你要做好一个坦克该做的事情，还想回血啊？啊，还想欺负小刀干？哎呀，屁呀、啊！有没有122分？轻松，这就是一个坦克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一来就是干，哎，先给他一个干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顶在他前面一直转，这才是真正的玩法。我想问你，凤多吃凤梨有差吗？你闻得出来吗？不要问我这种小问题好不好？我鼻塞，哎，我鼻子过敏，闻不出来啊。哎，狮子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小是一滩，那一颗金子要怎么讲？那个台语？快！他只要一块肉，听我讲，我们没有肉了，因为昨天没有放冰箱，肉都坏了。哦，三位吗？哦，三位吗？哦，继续玩。我要超级无敌宇宙大麦克，加两片芝士。三位肉，拜拜。没有肉了。哦，三位吗？哦，三位吗？哦，我是最后的那一个。压力很大嘞，起飞！哎呀，这一个！是啊，怎么可能啊？不是我太……哎呀，怪怪的、啊。鸡排有比较好吗？鸡排还没被限制啊，老麦有被限制，但他没说不能吃鸡排。我们就是在这个灰色地带游走啊。等到他来就说不能吃鸡排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吃咸酥鸡啊。我们就慢慢的一个一个试探，然后一个一次一次偷偷的试啊，哎呀，有爽到就有爽到啊，哎，没爽到啊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哎呦，温博，哎，温叔好可爱呀、啊！哎呀，经典女子。喂，미쳤어？너40이다五杠十五还买队友，埋点棺材啦！五杠十五还买队友，我天哪！哎，盔枪，然后依他。这滑鼠在哪里？神秘滑鼠在哪里？对，转他，这个给你，敲。天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个钻石是谁的？没事，滑鼠在哪里是有点浮夸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啊，我很激动，我那滑鼠到最上面有没有是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很搞笑。这种游戏好难玩，这种方向要用滑鼠控制的好难哦。确实啊，因为它要一直点，滑鼠不见了。臭零食 A 铁石，他妈的名就是 DC 不知道哪个人讲的，超级白痴，超级过分，我是笑不出来。你们就是一种网路霸凌。丹尼尔，不要用那个设备，听到没有，丹尼尔？
Mimi Lucky, you search 是是这样拼吗？Daniel， Daniel 怎么拼？ Daniel 怎么拼？ OK， 设计外事的，我们选了设计外事的啊。我们干嘛呢？哦，可以的，干吧。哦哦哦，丁神丁神，哦。你们，好难吃。主播，那你可以跟那些奶台一样，把视讯拉超大，把LOL缩超小，放在角落吗？神经病是，别乱讲。你指我老大，他可是会付员工薪水的老板，谁不会？我不知道。小游戏、啊。好啊，妮子，给点小钱，你就认他当老大。不想想我在你身上花多少，送了游戏 Steam 铁道两单，现在直接单雕，果然斯文败类。什么东西了？老大可以是复数的。啊，这也是我老大。丁主播，丁姓主播，你知道国歌怎么唱吗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。不是啊，谁知道啊？多久没唱了、啊？超笨！哦，什么去？啊，所以你们两个会私底下玩游戏啊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才是哦！噔噔噔！不是你当时也说句话呀？他不在、啊，哼是什么意思？他不在啊！我会吃泡面、啊。哼、哦這個、我不在。哼，今天你只猜得挺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意思是你承认你们两个私下玩游戏啊？好啊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啊，然后直接给我跳下去，在同一个地方死掉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不是哦，他们就抢我的枪哦。谁叫你要跟我跳同一个地方？你可不可以跳别的地方啊？我们要我是跳伞队长，是你要分开好不好？你有病是不是？跳伞队长就是要四，而你就会黏在我旁边，你不飞走，你就会黏在我旁边。我本来就要跳那边的、啊，他就不想跟你分开啊！什么？我跟你子都要，看你要给谁？很会玩呢、欸，一个紫色的，一个紫色。那蓝色的给谁？紫色的给谁？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蓝色，有一个紫色？那你要把它比较好的给谁？给我们最强的那个老师 ，Das。你这样放生学生，我觉得是老师的不对。现在是要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死在那边是我的问题？你应该说，如果那边有老师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算打20个人都打得赢。要是有老师的话，要是我们3个人一条心。哎哎，咪鲁，我感觉你把丁一条教得很好，真的。他感觉很会讲话哎。同学，你游戏的毕业装等等，但提醒一下。所以刚刚那把有阿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你怎么不学一下？怎么？有东西，你们两个在讲什么？没事，你听不懂啊。他就要你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刚死在里面，然后两个打一个打输了，他要你学我刚刚生气，然后骂你们两个，为什么两个打一个可以打输？压力好大，好白痴啊！为什么要一起再扁我了啦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快不行了，这些人超级白痴的。我头个弟兄嘞，快开房了！你最危险呐、啊，你比那个还危险呐、啊，你超危险的。7415988啊！我要选哪一个？7415988。7415988，阿飞啊，今天重阳节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的二到底要哎那个？你就丢他身上，要过几秒，他过个一两秒，他才会晕人。你是不是要毁灭这一群？不是，这一群的骗师可以挑啊！剪辑是谁剪的？剪辑是你们剪的呀！你们说我要毁灭这一群，真正想要毁灭这一群的是谁？是你们！先别，先别，丁毅走，然后
好，我走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一起走吧。你要找活啊！你走了，你会死。我就输了，我输了，是不是过了嘛？我是不是过了？我是不是过了？吹我啊！我是主人，吹我，给我吹。你那挑衅过关，对吧？都是怎样？是不是过了嘛？钢铁拱叫什么？钢铁拱叫什么？是不是过了嘛？你给我吹，吹，你给我吹啦！用力吹啊！画面可以打开了吗？画面可以打开了吗？画面可以打开了吗？第一只能让别人吹他、啊，哇，那个、啊、那个阿 J 要当画面关闭当狮子乱吹啊！吟唱吟荡画家还是什么啊？灵魂会师，来，你跟我一起，今夜女子，今夜女子，他以前在五军是 C 位，真的假的？他是偶像，他才是真的偶像啊！啊，不是我看的呀，是狮子王看的呀。你们相信麋鹿很年轻，还是相信我是秦始皇？那肯定是相信我很年轻，怎么会相信你是秦始皇？回去你的森林吧，哥布林。不错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蛮适合的。我要在这边二楼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带你们是一起的。如果今天上面来，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心意就想跟你一起呀、啊！刚刚我没跟他分开，那边狗叫的要死。怎样？不是，是你反过来怪我说，为什么我要跟你跳同一个地方呢？就很奇怪啊！我没怪你，然后你突然咬我哎！既然临时你有病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有病啊，怎么了？你有病啊，一直这样学是不是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你们有任何问题？你们觉得？那金眼女子不就完蛋了？她太小了啦，她都没发育呢。而且她捡那个小丸子头，人家如果把她误认为是小丸子怎么办？小丸子才读小学呢，请她去调整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左转啦、啊欸，那边左转就对了。好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啦。可恶啊！行不行啊？这两个感觉不行啦。年龄真的是硬伤啊，完啦。这样啊，这样走啊，这样走啊！刚刚，我跟阿丁走，我跟阿丁走。哎、欸，他直接跳 game 啦，他直接不玩啦，我生气啦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哦？散弹枪没开啦，但是我不会送他任何伤害。要问大哥。我们分享有一道料理很像男生的忍耐汁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忍耐汁吗？银耳汤，你们喝过银耳汤吗？狮子王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忍耐汁的味道跟银耳汤是一样的吗？是适合他的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小午餐还要三维码？我告诉你，这份卖完就不卖了。钱，耶！滚吧，高志峰，回家吃自己，没有卖你。你有人要帮两下子吹吗？一定啊！来人是，我帮你们吹。所以我就会把蛋糕外面的鲜奶油全部刮掉，然后呢会只剩下那个黄色的蛋糕皮，然后我就会分层吃，先把蛋糕皮吃掉，然后再吃芋泥，再最后再吃布丁。走了走了，你好像造了很多谣。你举例看看，前天还昨天一开台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阿弟你大胆一点，有觉得洗鸳鸯浴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在那边乱想哦。还有什么？我摸黑进去你们房间都不敲门。你真的没敲门啊？我明就有敲门，我明就都有敲门。你放屁啊！你要进来洗澡，你没敲门好不好？我有，我都有敲，我都有敲，真的有敲。我后面还敲的有点大力啊！我差点被你看光光哎！放屁！你就去嘴炮吧。我明明就都有敲门。差点就走光了，真的。早上你在收东西的时候，哎，不对，那时候没门可以敲。不是、啊，你前面都有敲门，你只有太
就是哦，所以你有看到妮子裸体在收东西，还要凌晨三点起床陪玩妮子哎、欸，根本就是金眼妮子，半夜陪他打游戏真的很加分哎、欸。我们不是前几天臭狗有约了一团阿六吗？可是王董在打王，你知道妮子说什么？等王董打完我再进。这句出来就是知道他会等王董打完那个王。天哪！你说凯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？12月回来是不是？